那我就来跟各位嘉宾啊做一个这个赛鸽莲，我、啊、这个红鸽子尾巴，还有这个鸽莲手工制作，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样就好。Okay, so we are going to introduce the equipment of the contestant and to present how this kind of whistle, bamboo whistle is sold. And this is a difficult process. 好，那我来跟各位介绍这个连锁歌，就这样。所以我第一行就是。那什么贵宾鸟？哪个贵也贵呀。村的一个计划啊、哦，那为什么会推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台南的农村呢，它非常具有台湾的在地特色。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在地特色呢，其实外人很少知道，包含我们台湾人呢，他可能在都市生活久的人也很少知道。那对外籍生而言，对外籍的背包客而言呢，像这样子很少人知道的景点，反而对他们来说是最有趣的景点，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探索秘境的感觉。这样，那我们的在地人士也非常的热心哦，他们很想把在地的故事说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认识呢，农村之美、社区之美，让社村的年轻人呢有机会有生路，然后呢他们就愿意归于返乡呢来推广农村的文化。所以呢，这是一个产官学合作的计划，就是由在地人来介绍在地的故事，那学校呢把外籍生带进来，那我们呢也为呢这些相关的景点呢以及这些在地的故事进行一个双语化，让外籍人士呢他们能够有机会可以深入的了解台湾的农村文化，很深入的在地的社区文化。那对他们而言，这个跟过去他们所看到的可能接待家庭带他们去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完全不一样。那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呢，也是只有行阿来的人才会知道的一个景点，还有在地的美食哦。那像今天中午呢，就带这个总共有49个外籍生，还有89个接待的家庭哦，那他们体验我们在地的风味。餐像我们的新营阿中豆菜面啊，还有我们的煮粥啊的蛙粿，然后还有呢我们的在地的鱼丸汤，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个可能行阿来才会知道的美食的风味餐呢，介绍给他们，他们也吃得非常的开心呢，然后呢也能够很开心说这样子的一个只有在地人才会知道的行程呢，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参与。那下次还会举办类似这样的活动吗？会。那因为其实参与的是南台科大他们的国际交流处哦，那他们也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行程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对他们而言也是新鲜有趣的。那他们说在一年会有7次，就是主要是带领这些外籍生呢，他们都能够体验社区文化，所以呢他也会希望有机会，而且希望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个社区农村的一个行程让他们做参考。